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云爸。今天我们来开箱 Realme GT 大师版。这一次它带来三个亮点。第一，它是由深泽直人这个工业大师他所打造的这个行李箱外观设计。第二，它是首批搭载高通 S778 5G 的处理器。第三，它首创了街头摄影，你按两下音源键就可以打开街拍模式，你可以随手拍出文青感。那到底它值不值得买呢？我们就一起来开箱吧。Let's go。好，你看这一只都是还是全新未拆，连胶膜都还没撕，那我们就来拆开它吧。它的型号是 Realme 的 RM X3363， 那颜色是旅行箱灰。好，那它是 8G、256G 的版本，来拆开它。好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边，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。包含 Realme 的这个灰色行李箱的本体，还有 Realme 的行李箱的保护壳，同样也是行李箱的造型，还有这个65瓦的闪充，这个65瓦，还有这条双 C 的充电线，退卡针，那这一次没有附上耳机，说明书，好，没了，这个是所有的配件。这次 Realme GT 大师版呢、它采用的是深泽直人打造的这个工业风的树皮行李箱的外观。它的外观采用栅栏式的设计，你看它这个是实体雕刻的纹路。它的外壳啊是这种树皮版本，然后摸了不沾指纹，然后摸起来就像行李箱一样，粗粗的，然后完全不沾指纹的设计。那背后有这个深泽直人的签名，然后再搭配这个行李箱的外壳，整个显得会非常的一致。把它装上去看看。好，保护壳装上去，整个看起来一致感非常的强，就像没有装保护壳一样。手感呢、也都是非常的扎实。这次比较特别哦，前几天参加了一场 Realme GT 的大师版发表会，那刚好遇到 Realme 的讲师，所以今天的外观跟规格的部分我们交给讲师来处理。我们这一次介绍 GT 大师版的手机呢，主打特点有两个。第一个就是它旅行箱的一个外观，那再来就是特有的街拍模式，是它特别的亮点哦。那首先来看一下外观的部分，它是由我们的工业设计大师，我们深泽直人特别为我们这次一起联合搭载的一个外观。它主打是希望可以透过旅行箱的设计，唤起人们在探索上的回忆。那有两个元素哦，分别是我们灰色的一个树皮设计，那再来是水平的栅栏式。那这样可以唤起旅行箱，那还有给消费者一个唤起他旅行上的一个体验。那水平栅栏呢，会给大家会觉得说比较稳定的感觉。那再搭配灰色的树皮，会比较让人家觉得沉稳而且亲切的 feel 哦。那镜头的参数呢，自拍前镜头它是3200万 Sony IMX 612感光元件，特别搭载而且比较强的自拍镜头哦。那背后有三颗镜头。最上面是6400万的主镜，中间这一颗是800万画素的广角，最下面呢是200万画素的微距。那广角呢，它是119度的超广角，微距它最近支援到4公分的一个摄影哦。另外来讲一下硬体的部分，我们这次搭载记忆体呢是8GB 的 RAM， 那有128跟256的两个版本。那此外呢，为了让客户有更好的游戏体验，我们除了说原本的高通处理器之外，还有内建的一键 GT 模式，打开之后效能全部都会吹到最顶端哦。那再来的话，就是我们有另外的 DRE 动态记忆体扩展技术，它原本 8GB 的 RAM 开启之后可以加 5GB 的 RAM 进来，等于是你总共会有 13GB 的 RAM 可以来做使用。加上萤幕它是 120Hz， 然后 Super AMOLED 的一个好萤幕哦。那这样可以给大家一个完整的游戏体验。好，那我现在人在现场，那我现在就请 Model 来 demo 一下这个街拍模式，按两下音源键就自动启动这个街拍模式，然后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滤镜，会有不一样的效果，有没有？我先试试看看这个，然后来拍一下。
镜的部分啊，这边有很多滤镜可以使用。那我个人哦，特别喜欢这边有一个叫做赛博朋克的滤镜。等一下，我来示范一下这个赛博朋克。除了拍照之外啊，这次 Realme GT 大师版搭载了台湾首批高通的 S7P8 处理器，那采用先进的6奈米制程技术。当你在玩游戏的时候，你还可以再开启 GT 模式，那一键加速游戏的效能，再加上 4D 的震动体验，就是 Sony 之前推的那种会随着声音震动的动感体验，那你玩游戏的沉浸效果会更好。它的萤幕为 6.43 寸的三星 Super AMOLED 的全萤幕，支援萤幕指纹辨识，拥有120Hz 的超高刷新率，在玩手游啊跟网页浏览，那你的视觉感受会更流畅。它的萤幕显色支援100%的 DCI-P3 色域，在阳光下最高亮度可以达到1000尼特。那在效能方面呢，我使用安兔兔实测的效能大概是这样子，那用 3DMark 跑分的结果是如此。在充电的部分，采用同价位最高65瓦的 SuperTalk 超级闪充，33分钟就可以充到100%。那它搭载的是4300毫安时的大电量，实测 PCMark 大约是12小时左右。好，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 Realme GT 大师版啊，它这一次的售价分为两个版本，8+128G 的版本售价是11990，8+256G 的版本售价是12990。说真的，价格非常漂亮。那我也建议你直接冲旅行箱灰色的版本。它的树皮外观啊，加上行李箱的造型真的很好看，而且手感也非常棒。那它的游戏效能也不错，温度控制啊也不太会有发热的感觉，就算是我跑安兔兔的时候，我大概也只是觉得温温的。而且在拍照的部分啊，在这个价位的手机通常都只能说堪用，可是 GT 大师版啊，这次给的相机啊，真的让我有惊艳的感觉，真的是随手拍都好拍，成功率非常高。那三颗镜头都是实用的镜头，没有战术镜头。那再套用内建的滤镜啊，看起来就很有文青感。认真说，这一支 Realme GT 大师版真的可以买。那9月10号已经开始预购，那有兴趣的朋友啊，可以到各大卖场看看它的开卖活动。我看目前虾皮官方的卖场啊，活动做得很大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允爸，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